哎，我来分享一个荧幕。可是这是什么状况？对啊，大家看到我荧幕吗？看到吗？看到，看到。好 ，OK，OK，OK。好，那我就快速的来讲一下我们今天到底干嘛。OK， 好，那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我们后来就决定，就是说把这个服务就是确定就是要跟那个什么阿莱伊，就是把它并在一起这样子。对，那他就作为就是这个黑客松入口网的，他是其中一个服务，就有点像是就一开始组队的时候，就是可以让大家快速的认识互相彼此这样子。因为就是可能以后可以就是以后如果要大家那个报告大家自己的三个关键字的话，可能就是可以直接叫大家把他们三个关键字直接把它丢上，然后叫大家自己去看就行了这样子。对，那然后呢，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其实非常非常少，因为就是其实我今天时间只有大概一个小时而已，一个小时之后我就现在就要上课了，对，就像现在这个情况一样。那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画这个，就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画这个服务的流程图这样子，然后它现在在跑，哎，不对不对不对，这边有这么现成 ，yes， 好 ，OK。然后这个 Winsicle 呢，因为它整输入就是。然后输中文它就一直不见，所以就是只有英文，所以请见谅。然后文法不对的话也不要太意外这样子。然后大概就长这样子。那首先你就先点入那个网站，然后那个用户可以判断说他是要搜寻还是要就是去浏览那些名片这样子。然后接下来他们可以就是搜寻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简单来说，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这个 Notion。等一下。这个 Notion 里面的流程，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去看一下。抱歉，我现在要注意三个方面，就是我爸妈也在楼上，所以我现在特别刺激。对 ，OK， 好，就是那个流程图呢，就是这个流程图，就是这个 Notion 它的使用流程，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然后剩下的呢，就是剩下大概就是大家自己在共鸣上面留言的东西吧。对，然后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对，非常快，抱歉。